众所周知，道奇的神力灵人也被称之为现实版的坤坤。全民制作人们大家好，我是练习时长两年半的个人练习生蔡徐坤，喜欢唱跳 rap 篮球 music。没错，就是他的，就是这个帅小伙，一首《鸡你太美》打动了万千少女，被世人尊称为一声鸡哥。然而在提瓦特这片大陆里啊，鸡哥的地位呢开始动摇，所以他要穿越时空，竭尽全力亲自登场来捍卫他这个鸡哥的荣誉。这次要动摇鸡哥名誉的怪物呢就在我们眼前了，由于名字要吼，我们简称为草鸡就好了。接下来战斗一触即发，一山难容二鸡，换上鸡哥专属 BGM， 咱们拭目以待。干得漂亮！随着草鸡的倒下，坤坤再次捍卫住了自己鸡哥的声望。对于这个结果，大家是否满意呢？欢迎大家前来评论。那本期视频先到此结束，点赞关注支持一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